即係除咗拍戲嘅時候，都冇可能有啲豔福嘅，其實每種都係假噶嘛，係咪先？我係翻到對住佢先真噶嘛，就佢好放心你嘅，完全大家都放心，互相放心。同埋我覺得大家都尊重個職業咯，我覺得係啊，因為我好想嘅，生完一個小朋友，其實想你想生多個，哇想陪佢係咪啊？三四五六七我都想，以前係唔信嘅，我以前死啦，一個我都驚搞唔掂，我未試過啊嘛，即係全部都未試過。唉，老婆又咁辛苦，一間又話產前產後，我要安排好多嘢。咁但係生完一個出嚟嘅時候，我都已經過渡咗啦。小豬比都兩歲啦，識行識講嘢識食，都唔錯喎，幾得意喎。跟住就會有嗰個感覺，我真係比以前啲人講中曬，即係以前。生一個又想生多個啦！喺以前啲人，你覺得佢講嘢好鬼老土嘅，你明白？唉，快啲啊！三年抱兩啊！三年抱兩，第一個未搞掂，三年抱兩，即係覺得好老土嘅講啲嘢，唔好咁啦，個個都講呢啲嘢，跟住，唉，你唔信啊？生完咧，你又想生多個？系，点知道咗自己讲中咗？真系唔系冇道理，即系想两二两个三个，但系要你要计数啦，即系适当嘅嘢可以俾到佢。而家都系嗰个谂法就系，不如尽量抽多啲时间陪佢啦，就系同佢玩多啲，等佢健康啲，即系个人心，即系小朋友心境好啲。咁当到佢读书嘅时候，我哋就会多翻啲时间。但系个感觉系越嚟越强烈嘅。即係之前做爸爸是不覺自己做爸爸的，即係都係咁咯。佢瞓喺度一嚿飯嘅啫嘛。即係你得閒有時翻到嚟幫手，咪換下片啊，整下嘢咯，抱下佢喂下奶咯，咁冇乜特別嘢嘅。但係而家多咗好多互動咧，你會覺得哇，真係前世情人嚟嘅喎。好啱啊！見到個女就，即係佢好似做咗一樣嘢咧，好少嘅嘢啫，只係可能識攞個紙巾。俾你係自己食飯，哦咁樣就你都好感動啦，係咪？哇，好勁啊！你好犀利，好似透咗佢係嚇，佢係人嚟喎，其實好勁啊！你好啦，你話買咩買咩啦，跟住爸爸俾多塊餅你啦，跟住。